长寻啊，以后一定要少喝酒啊。王妃，这是什么？太子，住手！不能进啊！太子，不能进去啊！放肆！儿臣未经通传，就擅朝贵妃娘娘寝宫，请娘娘恕罪。太子偶尔失礼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没想到你还是来了。这么热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今儿可真巧，往常啊都是我去太子府叨扰，今儿却在我这儿聚齐了。快走快走，玄儿的病了，再不进药就来不及了，快！这里头装的就是姚芊芊跟别人私通生下的孽子吧。姐姐，说到这儿我可要夸夸你这个儿媳妇，真是人如其名，蕙质兰心，千方百计费尽心思，总算是对我有个交代。兰心啊，你放心，本宫一定会遵守承诺，替你爹在皇上面前求情的。这个孽子本当前些日子就应该被乱棍打死，不想当日却突然被人偷走了，今天出现在这里，妹妹你可不要再放过他了。好姐姐，说得好，那我们拣日不如撞日，今日就把这个孽子做个了断。你疯了吗，母妃？看，这是我的孩子。你才疯了呢，来人把他给我压下去。是。母妃，走吧，走吧，花儿，走吧，花儿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原来他是你的孩子，啊，你身为皇子却与太子妃私通，依照大明律例理应当斩。什么私通？这就是我和芊芊的孩子，从小我和芊芊就已经情投意合，倒是他，太子，他无德无能，他凭什么抢走芊芊，抢走我的孩子？朱长洛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敢动我孩子一下，我就要了你的命！放开我！妹妹，你可是受皇上重托，掌管六宫事务，你可不能徇私舞弊，行藏私心呢。宫妃娘娘，我求求你放了花儿吧。让开！太子，太子，太子殿下，放开我！太子，皇儿，